我今年65岁，我当初是环境的关系，所以教育不怎么好，只有初中毕业。我今年47岁，那我本身是高职肄业。我今年64岁，高中毕业。我今年51岁，我大专毕业。虽然我无读什么书，对囡仔教育，可以自然家去发挥。 我会当比咱较理想的。当初的环境是没办法给我们很好的教育，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一直在讲说，叫他们肚子里面装的越多是越好的。课业的一些教学都已经超出以前我们所学的范围了，不知道该如何来教育小孩子这一块。我对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是小错小打，大错大打。 可是小错他打了，他就记住不会再犯大错了，所以这是我的教育方式。因为我也是被打上来的。欢迎收看《人到中年》。佛光菜根谭中曾经指出啊，一等父母爱念子女，教以圣贤之道；二等父母呢是供给无乏，帮助成家之业。 到了三等父母溺爱宠幸，任其游荡非为；到了劣等父母呢，是不教不养，经常凌虐施暴。在长期推动品格教养的洪兰教授，他也表示啊，从来没有一个世代的父母像这个世代的父母一般这么操心孩子的教育，也从来没有一个世代的父母在投资了这么多的金钱和精神到孩子的身上，对于回收却全然没有把握。 中年世代的家长面对孩子的教养，常常不知所措。今天我们邀请到几位来宾，分享他们的亲身故事。他们也许不懂得该怎么教育孩子，但对于孩子的未来，他们永远不放弃。欢迎洪大姐，你好，你好，欢迎你来，谢谢。第一位是以引导方式教养小孩的洪世玉女士，和亲职教育作家郭怡婷老师。 以及同时带大自己3个孩子和妹妹2个孩子的欧阳朱青女士，和儿子陈家伟先生。以前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读书，可是现在的人生是生活很富裕了，我们爱读不读？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的相关的统计跟资料告诉大家。其实呢，根据相关的讨论呢，父母教育程度对于子女教养差异是有关联的。 母亲教育的程度越高，通常他们教育的方式就是管教子女。他强调独立，跟你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如果父亲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话，亲子沟通的关系是比较良好。哎，这我有点出乎意外，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是其实经过一些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得到，尤其是母亲呢是主要的照顾者，所以孩子跟妈妈的相处时间比较长，所以妈妈对孩子影响呢，相对的比父亲还要来得更深更远。 所以，如果是妈妈的教育程度略高的话，那其实她对孩子的教育比较要求是独立、自主、负责任。那但是呢，我们也经过很多的数据来显示哦，其实呢，父亲的教育程度越好啊，那跟孩子的沟通呢也越畅通。为什么？好特别哦。当然是父亲可能对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然后比较愿意花时间在孩子身上。是。那当他们对社会程度有一定的满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家庭关系是会比较相对来的良善而美好。是。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个家庭，这边隔开来，他们是母子。 他是一位做代表，就来先了解一下他们家庭的教育程度，跟他教养子女的态度或方式有没有因此有一些不一样呢？先问一下欧阳大姐，你本身的教育程度跟你老公的教育程度是？我老公是高雄工专毕业的，算大专生了。算，哎，对。啊，我呢是半工半读，是职业学校毕业的，是补校，算补校。那您通常希望的孩子，你希望怎么样教养他们？因为我本身 觉得自己书念也不多啦，所以一直觉得说读书很重要，所以就一直强调教小孩子一定要认真读书。你有多念一点吗？有，确实有。您的教育程度是？您是他是您的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小儿子，只有这个二儿子。哦，所以您的教育程度是研究所，很厉害耶！啊，后来现在工作是 在外商电子公司哦，所以是不错，也算是蛮顺的，这样讲对吗？嗯，也算了，还不错就对。待会再跟你继续聊哦。这边是我们的洪大姐，洪大姐，您的教育程度跟您先生教育程度可以了解一下吗？我跟我先生的教育程度都是不高，我们只到国中。到国中，哦，那你们对孩子的期望，像他对孩子的期望，可能就是我们念不到，希望你们多念一点。你应该也是，对不对？是的。可是现在的世代，也许，包括世代的差距，包括教育程度的差距，父母跟子女也许在沟通，或是也许在关系当中也有一些落差。我们也准备了下面的传统跟现代的稍作比较，包括传统现今的父母知识传授的差异，以往的社会。 口传式嘛，哦，就师傅啊、徒弟啊，包括教育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感觉是比较权威的，掌握经济大权比较权威。而现今的社会，学校的老师，甚至除了老师取代父母的角色，父母也很希望老师你们能多教一点啊，多教一点。然后也失去了对子女知识传授的独占权。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的孩子们所需要学的知识，已经远超过我们之前可能马上可以反应的，或者是在那之前。 现在孩子看父母角度就是，哎，为什么这个你也不会？那你还叫我考第一名？嗯，哇，这个态度一出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有一些落差了在这里哦。是。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呢，不只是教育很发达，那老师呢也承担很大的责任。那现在的网络的沟通呢，我让孩子们呢也越来越容易碰触到我们以前完全碰触不到的世界。嗯，那比如说我们的容大姐，万一孩子回来的作业。 超过了您当年念书国中以上的范围，好比大自然的课业，你该怎么带他们？我会带他们到郊外去找他们所需要的题材，就算是你不会，对，所以算是一种怎么讲，引导的方式。我是用引导的方式，体验的方式，对，就实际让你去感受到。虽然你会承认你不会吗？你会跟孩子承认说，我其实不会。会，你会这样承认？我会直接跟他们讲。哦，这妈妈不会。是，那妈妈带你去，一起来找答案。对，哦，就是。所以你家的儿女有几位？我有一女一男。我女儿她患有先天性的那个罕见疾病。是，可以问一下是什么疾病吗？她是脊髓肌肉萎缩症。所以。 行动有造成影响，对，他是属于全身无力，都需要别人在旁协助他。是，所以儿子还有一个儿子，哎，他是健全的，哎，所以这两位有怎么样教导的时候会有差异吗？女儿比较需要照顾，儿子他是一般的，您照顾上面有不一样吗？没有哎，没有啊，没有，我就把他当成就是。 视同就是一般的那个小孩子这样子。哦，那欧阳大姐呢？你们家的小孩有几位？三个。三个小孩。他是老二嘛？老二。哦。啊，但是还有我妹妹两个。所以你带5个小孩？对。另外2个还是妹妹的小孩？对，妹妹的小孩。家里以前小时候会觉得他们妈妈很奇怪，或者家里很奇怪，多2个人。家里像幼稚园。所以5个小孩也是像刚才的洪大姐一视同仁。对。 妈妈有一视同仁吗？还是对你们比较严格，对他们2个比较严格？你觉得？打都是连坐法，要打一起打。所以妈妈是打的教育，妈妈会打，会。爸爸也会打吗？爸爸不会。妈妈主要的处罚。那爸爸要看情况啊，就是太调皮的时候他就会出马。所以5个小孩都被打过。对对对。待会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所以我要问一下老师，万一可能有一些孩子提出挑衅话语，叫做。 哎，你又国中毕业啊，你也高中毕业，你怎么你自己书都念不好，你怎么教我们念书？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解答，说我一定要永远比孩子还要更好，因为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没有网络，以现在有网络，所以其实阶段性是无法做比较。但是我觉得，与其逼爸爸妈妈说，我现在拿一叠高中参考书给你看，看得下去吗？看不下去，反而对妈妈来讲压力很大。我们要做的不是永远领先在孩子前面的先驱者。 我们反而应该请孩子尊重师长，请孩子从师长那边得到他应该有的教育之外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从旁去辅助、去满足他。我们父母亲呢，能够给他们就是支持你们去学习，用他们去支持的态度呢，辅助他们，然后去为他们去找。不是为他们找到答案，而是给他们方式，让他们找到答案。比如说，爸爸妈妈都在看电视，都在打电动，他说啊，你赶快去念书。那当然，孩子们会觉得说这个落差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有困难了， 那你也停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跟着我一起去寻找这个知识的源头。那孩子呢是会把你当朋友一样的来看待，所以当父母亲跟孩子变成朋友，一起去寻找问题的解答，我觉得亲子之间冲突那个摩擦产生的火花会相对的小一些。了解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故事是连坐法，他打耶打小孩，你觉得对还错呢？但是他教出了5个好孩子，那就是我们的欧阳朱青女士她的故事。哥哥在写字呢，把功课都写好，老师交代的事都要做。我3个小孩是全职的妈妈啊。 妹妹因为在台北上班，她就说能不能帮她带小孩这样子啦，年纪都很相近，有的差1个月，有差6个月，忙着一个背一个抱，虽然很忙碌，但是也很快乐。要小心一点哦，慢慢骑啊。太太就像一颗陀螺的。 一直在转个不停，那时候又没有营养午餐，早上要买菜啦、做饭啦，还要洗衣啦，还要做一些家务事。所以说，其实辛劳的是我太太。我说，如果说你这样可以的话，我是没有问题，我是可以支持你。太小了，真好哇，姐招哦。上了小学以后哈，我3个小孩是比较好带，但是丽舍跟她弟弟2个就不喜欢读书，跟同学打架啦。 闹事啊，时常给我制造麻烦呢、啊。我儿子上台领奖，啊，他那同学啊就会推他说：“哎，你表弟耶，你看人家每次都上台，你也去啊，你也去啊。”然后有时候会说：“哎，怎么都只有看你而已啊？你是不是被棒杀的囡啊？”同学都会这样挑衅他啊，他就会越生气，就会又打架。 有一天啊，我跟他对不起。过去不管你怎么坏，阿姨也不会说因为你那么坏就放弃你。不读书也没关系啊，但是要有一技之长。后来他也去读技艺班，学面包这一科。下课的时候就去面包店打工嘛，烤面包。那时候他们是不能吹冷气的，都好几百度呢。下班回来都会鼓励他啦。我说没关系，吃得苦中苦，哈，才能成为人上人嘛，哈。 有时候他们对话你会听到，跟我姨丈讨论说，啊，这个囡仔，我到底是要哪教，要哪个迄个教育，啊，较袂去对不起因的父母，然后讲着讲着，他们就会非常难过，感觉到那个阿姨是真心的，然后看到你变得更好，真的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子在教育，所以在那时候我才会选择为我开启这个行业的那一扇门。 我那时候跟我弟弟想要去创业，爸妈把所有的身上的积蓄啊，开了那家甜点店。当时的生意真的是非常惨，这期间我们会常常有争执，这样子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甚至我的父母从此之后就不想要再看到我。丽哲可以说是因为这家店跌到了最凄惨的谷底，后来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忙，他才可以再重新出发，参加了2014年世界甜点大赛。 得到了冠军，我非常高兴。我们先看到的是你们全家福的照片，对不对？对，包括孙子都在里面。对对，全部。阿哲也在里面吗？对，有。哎，我根本觉得阿哲应该叫你妈。对啊，一个姨妈。不是姨妈，因为各地妈妈才对。太亲了，你们，他的一生都受到你重要的影响。对啊，他从2岁。就到这边住到当兵回来，所以他到那边是指高雄嘛，对不对？对，高雄。他的亲生父母就是你的妹妹在哪里？在台北。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呢？因为他们自己开店呐。嗯。你知道开店那个时间哦，都比较晚嘛。嗯。要请保姆的话，有时候时间很难去调整啊。嗯。那我就想说。 那既然这样，要请别人带，我已经带3个了，就一起带看看好了啦。但是除了是累，我觉得对小孩也有影响。你一定很累嘛，5个小孩哎。对啊。再加上，但是你是全职的家管，对不对？对对对。但是还有这小孩可能会想要回家吧，想要黏着父母吧。会哦，他那个，差不多幼稚园的时候，每次他爸爸妈妈回来看他的时候。 一定会哭，会吵得要回去。当然。所以说，每次我妹妹要回去的时候，我就把她用车子带出去，啊，等爸爸妈妈走了再带他回来，免得直接看到伤心就对了。再怎么样，你还是隔层纱嘛，因为他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嘛，你怎么会伤心到哭啊？甚至跟他道歉，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觉得说，像我自己三个小孩啦，不是说他们优秀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觉得说真的还不错。他们三个都不错。啊，为什么两兄弟一样在我这边长大，为什么会差那么多？我教的都一样，为什么差那么多？人吃的饭都一样，睡的地方都一样，然后我就开始检讨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就有一天呢，想一想说，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东西，问我说最喜欢的，我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是第一跟100啊。标准的妈妈，第一名或是100分。我最喜欢的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偷跟骗。所以那个阿哲他曾经有偷，他也最不可以忍受的也是这样。那你怎么会道歉？应该是他要跟你道歉，不是吗？就是被打了一顿啊，被打，晚上就帮他擦药的时候，我真的哭了。后来我想一想，就。反正也快要那个小学毕业了啦，人生也上国中了，也应该改变一下。然后我就叫他到客厅来，我说丽哲，真的很对不起，阿姨想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啦，把你教成这个样子，我把你教成这个样子，真的很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的妹妹妹婿啊，真的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你会变这么坏，真的不是一天两天。阿姨真的不敢奢望你说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说一个人不可以成为社会的负担。至少你不读书可以，但是不可能像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啊，人家在那边读书，他就在那边。共过啊，至少他要有怎么讲，要有一技之长啊，对啊，我想说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嘛，你说所用无穷嘛，有一技之长就。要问一下老师，万一打跟骂都没有用，难道家长就是道歉吗？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就是像我自己的小孩，他在大考的时候，英文考卷他就不想写，他把它涂鸦、打叉，然后揉烂丢给老师。哦，你会不会打？你会不会打？我气死！你会打吗？我不能打，我必须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像老师他生气，他说你是不是在藐视我？说我不是藐视，可是我真的不想上英文课。我可以不上吗？我要跟姐姐一样在旁边玩啊！我姐姐她不上课，她可以玩，为什么我要上？那其实我会给孩子一个观念：你念书不是为了妈妈，你拿成绩不是为了妈妈，你拿成绩是为什么？为了自己。就像妈妈现在每天都在做工作，爸爸的工作，妈妈的工作，我们都有自己该做的责任。我们责任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享乐。那小孩的责任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念书。你如果把你责任完成了，你才可以做接下来该做的事情。所以孩子听了，他理解了。所以其实孩子是听得懂。来问问看，孩子听不听得懂啊？妈妈用打的，对不对？对。打你也很凶吗？其实国小国中妈妈打得比较凶，那到了高中之后，她开始比较有放松一点。当然都长大了，所以我突然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这样子是成绩更好还是更差？一开始因为高一的时候成绩还可以啦，因为主要是因为才离国中没多久嘛，所以可能还有一点害怕，所以稍微可以接得上。但是高二高三开始觉得，我觉得好像轻松很多了。就开始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稍微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再加上本身，高中时候老师有些不是那么喜欢的，所以他不喜欢老师。那后来这件事情，妈妈有去学校去做处理吗？你有印象吗？我记得妈妈还是爸爸有打电话给老师啊。对，这样子不会是廖北亚吗？老师会因此讨厌你，不会吗？反正他本来就讨厌我，所以妈妈，你后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也许老师改观了，还是他变了？我就说，不然就叫爸爸上班的时候，就每天从那边去帮你请假。所以他就不去上课了。那时候算是结束，只是说要联考，所以每天还是要到学校去。那时候考试是他今天来就是考，比如今天考高一，一整学年的，明天来就换高二一整学年的。你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你怎么可能有时间把整个学年的东西复习完？因为我念书我有自己的节奏，所以我说得太好，你有自己的节奏。对，我不喜欢跟着学校的节奏走，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节奏不合理。妈妈，我就要问你，他是个有想法的孩子，对，他这样讲话的时候是非常理性的，说我有我的节奏。你会不会怕自己真的驾驭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太厉害、太聪明，你当时会不会这样想？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从小把他培养出来的。他今天这样培养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我不会功课上有问题的时候，我一定叫他去请教老师。是，哎，那个我说如果我是老师哈，利用下课时间，学生会来问我，我一定会很高兴，不会生气。你会真的听妈妈的话去问老师吗？对，例如有没有什么故事？以前上补习班的时候。补习班大概从7点到10点嘛，那其实10点接下来我都会留下来跟老师讨论一些问题，对，那我会尽量把我该想问的问题，我都会把它勾起来，然后折下来。那你会回报妈妈说，我真的有问吗？啊，对，回到家都11点多，他说我做到，我真的有问，对，他说赚到了，赚到什么意思？因为补习会跟人家缴一样啊，老师。但是我上了4个小时。补习2个小时，但是我多问了2个小时，我是赚到的。真的，我也想哎，所以问一下老师，碰到这样子的孩子，也许他很会读书，也许他不会读书，我们家长到底要怎么看成绩跟读书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一起来回答？成绩跟孩子哪一个才是最重要？孩子嘛，孩子，如果你孩子，现在台面上很多很有名的例子，比如像朗朗，哦，比如像陈美。他们都是从小呢被逼着、被打着，然后要驾驭这个乐器，然后到现在变 top one 以后，现在陈美改着去滑雪了。所以其实他在打骂教育之下，他确实激发出他某种潜能。当他成功以后，发现我从小去的那块空白，一辈子都追不回来。所以其实你应该是说，有很多人是把孩子逼上去以后，却失去了这个孩子，再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父母亲之前那段空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自己，你想要好成绩，还是想要好孩子，想要跟你贴心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是，家长呢对自己孩子的期许呢，大过于他们可以承担的一个负担。所以，当孩子呢越来越跟父母亲的期许背离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把他追回来，那才是另外一个奋斗的开始。对。那其实我觉得，与其我们要强势主导孩子的时候，我反而想听听看你想要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当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孩子。学习跟念书是你的责任，是你的工作，你把工作完成，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方式完成工作，但是你一定要完成这件工作，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是。如果家长能够再帮孩子引发他多一点对于读书的兴趣的话，那就更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点燃那把火，那尽量的帮助他，那也跟孩子同一条船上。是。那我们尽可能的去跟孩子一起面对这个学习可能有挑战，可能青春期产生的叛逆，或者是这个情绪的阶段呢，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度过。那我觉得像前一阵子也有一位名人也有说过，当孩子呢，哭着跟你说他跟男朋友不开心的时候，那表示孩子真的把你当朋友，在那个阶段，他是真的把你当做我们可以一起去度过这一段低潮的时候。但是有时候父母错失那个时机，反而先骂他，都是你不对，告诉你那个男人是个坏男人等等的，那他就把他推开了，他就把心门对你关闭了。了解了。那这样就失去这个孩子。是。父母难为，两代相处不易。中年父母5招教养子女方法，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和孩子拥有好关系。第1招，给孩子机会，不要指责，换个方法再来一次。第2招，以子女的眼光立场来沟通，并正确表达愤怒、生气等情绪原因。第3招，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第4招，找到适合孩子的能力和发展，不要过度要求，并对孩子的兴趣表示兴趣。第5招，用引导的方式教育子女，并与子女一起定出生活的规律，然后确实执行。欧阳大姐刚才提到，就是哇，为了教养孩子，她把他打到已经很伤心，最后真的向他道歉，他哭了。我要问一下洪大姐，你有为你的孩子流泪过吗？有。为什么？什么样的气氛之下你哭了？可能是我自己觉得累了。没有人帮你。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听起来，尤其是对于大女儿的一些感受，因为她需要更多的照顾，对不对？是的，因为她从小是体弱多病的孩子，尤其也许不只是身体，也要帮助她心理更面向阳光，对不对？这点是很辛苦的。马上来看看我们接下来的洪大姐的故事，是我们的洪世玉女士她的故事。 金宇啊，在10个多月的时候，感觉到他说比较不正常，跟一般的小孩子成长的不是那么完全一样。一般我们抱起来，他可以有力气的撑起来，可是他不行，会倒向旁边。来，站了哦。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带到一个大的医院去检查。 检查出来，他是得了一种罕见疾病，属于先天性的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人家说哪里可以医治，我就往哪里跑，很远我都跑。小学的时候，一路到学校里陪读，读厕所方面、吃饭方面的。 到国中的时候，他的班级应该是需要靠近那个无障碍厕所比较近，可是他没有，尤其要到楼上上课，不行。那时候我背不上去了，有因为老师他舍弃他中午休息的时间，到青旅的班级去帮他上那个他没有上过的一些实验，我超感动的。 高职的时候，他的导师只要青旅要到的地方到不了，他也一定要求学校帮他做无障碍。碰到很多贵人，尤其又有很多同学朋友在旁边支持他，有时候都常常到我家来，把这里当成他们自己的家。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哎，我是啥用呢？哦，对哦，就今天我要上。下课时间就会来找妈妈，就是聊聊天啊，然后也有时候还会抱抱啊，就觉得啊，好亲哦，怎么都好像快真的家人一样了。跟妈妈就是打打闹闹，都会叫我妈咪啊、阿布啊什么的。妈妈她除了她照顾青青以外，她其实基本上也把大家都照顾得还蛮好的，大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 不分彼此，很棒的母亲，因为她都把我们当成自己儿子、儿女来看待。爸爸妈妈也是都没有放弃，更细心的把我拉拔这么大，跟弟弟，非常的感谢他们，就是那么用心的付出，然后才有现在的我们。其实一路走来，囡仔嘛是真贴心、真懂事的啦。 其实妈妈是更加辛苦，因为青宇从小学读到即马硕士毕业安尼，就是拢妈妈的辛苦。我希望爸爸妈妈身体要顾好，如果没有他们的照顾啊、陪伴，也不会现在的我们。如果以后我有找到工作，也可以一起分担啦，就是不要让他那么辛苦，还蛮心疼的。对。每盏灯下都有每一盏灯下的故事。 有很多比我们更苦的人，我希望说别人给我们的关爱，我们能传承下去。这个照片，哎，不是全家福对不对？是你跟你女儿的照片，是，还有儿子。什么样的场合啊？这是在今年的高雄市啊。 模范母亲节，你是模范母亲，所以其实大家对你是很肯定，你要有点自信，因为你照顾家人是照顾得很棒的。来谈一谈你跟女儿的接送好不好？好，从小就接送，对不对？好，怎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国小，国小接送，国小接送是大概过程是怎么样？差不多10几公里，这样子接，对，一天接几次？一天哦，6到8趟左右，我以为不就是接过去上课，再接回来2趟，为什么要6到8趟？那小孩子是在小学阶段，没有人可以去帮他。比如说有一些课本啊，或是上坐在轮椅上，我怕他摔倒是怎样的，所以要6到8趟来来回回。对，你干脆在学校里面住下来算。有啊，老师曾经都叫我在学校就好了，对，不要这样跑，太累了，辛苦。可是我家里需要有一些杂物，我需要去处理啊。家管还是要管，但是照顾女儿还是要照顾女儿。那这样子接送到多久的时间？到硕士。到硕士，嗯，都这样接。对。 应该全校的师生都认识你了吧？应该。通常接送，我觉得辛苦的女儿都看得到，但是最希望就是她也能够阳光的面对自己的状态。对对对，你怎么教导？我就是尽量她去面对人群，嗯，不要有说有内心上的那一些恐惧。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在学校的歧视或霸凌产生？ 有，在小学的时候，曾经有同学，那是算是学弟，嗯，到他面前跟他说：“啊，你是个掰咖的，你坐在轮椅上，你不会走路。”你怎么教？碰到这种情况，要去带他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导师讲，他导师就引导说，带我到跟他们学校的主任，我们去商量这件事情怎么那个。他到隔天的早会嘛，就有，他就帮我做那个宣导，哎，全校的宣导。会不会有一些老师也希望你应该要上特教班，接受更多人的帮助，不是更好吗？有，你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是，青怡的头脑，我女儿叫青怡，嗯，她的头脑是跟我们一般人。 一样的，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嗯哼，哎，所以我就说，他不应该是限制在那个特教班里面。那儿子有受到影响吗？儿子看到姐姐这样以及妈妈的照顾，也有影响到他吗？会，怎么说？他在国中的时候，一样是同学，他的同学有问到他说：“哎，你姐姐她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坐在轮椅上？”哎，他。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都会进学校帮忙用那营养午餐给我女儿吃啊。就是我儿子他吃完饭中饭的时候，他会跑过来教室找我。哦，同一个学校。对，我们学区都是一样的。后来，他就有一段时间，差不多1个多星期。 他都不会来找我，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同学就是问他，你姐姐对不对？对，所以我有到班上，到儿子的班上，是，哎，去跟他那位同学聊。所以你跟他解说就对了。他是远从花莲那边过来的。哦，哎，也许他也是无意的，也不是恶意的。没有，他只是好奇的心态吧。想知道。所以对，所以你就跟那个孩子做解释就对了。我有跟他讲。 哎，青宇她现在是怎样？我女儿嘛，她得了是什么病？哎，啊，她就知道。到了现在，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你讲哦，他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原因是因为这个妈妈，因为等于是乖照顾女儿，到后来变成进入学校，变成像个大学生，变成学生一般。很多人都把她视为干妈妈。嗯，很多人写信来。 包括说到任杰、韩如、荣家、樊伟、佑川，他们都说，最好吃的食物、最棒的家，让我们这个小孩能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看到人生的一道曙光。哎，我的妈哟！还有说，谢谢你呀、啊，我们是不要脸，每次都杀过去啊，要非常的感谢你。还有让我们大学不愁吃不愁穿，你帮了我们好多好多忙，他们真的是很感谢你。其实他们都觉得你是他们很棒很棒的同学跟妈妈。为什么你会这么？ 跟大家这么融入啊！我是觉得别人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还是一样，因为我的小孩也是处在说需要学习当中，嗯，别人的孩子也是一样，嗯，我们不要说有异样的眼光，我们先不要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不起人家或是怎样的，才能教导好我自己的儿女，这样子。而且你这样的做，其实女儿会看在眼里。你这么阳光，这么热情，她会看在眼里。你等于也在帮她做人际关系，是有，对不对？她的人际比我更好。他的人气比你更好啊！现在跟妈妈一样阳光了，很棒很棒。所以我们就顺便要问一下老师，到底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子女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呢？老师，我们有一份调查哦，一份针对在学孩子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父母带给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呢？80%这么高。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引导孩子怎么去思考未来人生哦。 其实像刚刚洪大姐的例子，我跟孩子在户外走动的时候，看到双眼看不到的人哦，他有视障或是他是听障，那其实孩子就说这个人怎么了，好奇了。我说他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一样，都这么完美。所以如果假设你可以选，你想要耳朵听不到，还是嘴巴说不出来？小孩说嗯，他们愣住了，哎，原来还有这样子不同的人生在自己眼前。 但他们有放弃自己吗？没有，他们接受自己不完美，而且努力的走出去。嗯，那其实像他刚刚说的很好，他就是不只是让孩子知道自己不完美，也帮助了同学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受到帮助的人。哎，这么不完美，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追求自己的人生？嗯，这是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父母亲可以替你决定的。嗯，哦，所以其实当孩子去正视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也开始往前去追求的时候，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来？我觉得不是爸爸妈妈也告诉你你以后要怎么走。 爸爸妈妈越告诉你要这样子走，你越不想这么做的时候，你要反而这样自己突破现状出来。当然，父母亲对你影响是80%，就像你刚刚，你给孩子一个很正面的阳光的未来，所以他现在对人的交往，即使他身体没有那么的正常，可是他的心态会感染身边所有的人，跟他一样的阳光。嗯，那这是真的妈妈，这是真的。嗯，80%甚至100%有跟刚才开头的调查又有关联。是教养者是妈妈的话，会被妈妈所影响。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中年父母需留意5大教养陷阱，错误观念和方法将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1、过度追求完美，求好心切，插手替孩子处理，剥夺孩子尝试和累积经验的机会。2、盲从一般论调，不盲从各式各样的建议，给孩子实质的支持。3、和别人比较，孩子个性不同，应充分尊重孩子特质。 4、把威胁当教养，容易养成孩子察言观色、依父母好恶行动，不能建立自己的动机。5、过度依赖奖赏利诱，易造成不给好处就叫不动孩子，话语上和精神上的鼓舞更能激发孩子自主动机。所以，我们今天在访问当中，其实看到我们的洪大姐是非常内向跟害羞的，是。但我想你私下那一面，因为是镜头，你应该是非常热情。 大家才会叫你干妈妈，才会有这么多大学生跟他的朋友愿意一封一封信写来。我们是把它打成一张啦，就一封一封的信写来，才会有你这么好的人缘。其实这一部分你应该是引以为傲才对，就是你可以把孩子教这么好，不是跟学历有关，是你的个性是很善良的。因为我在学校，他们都会找我谈心。哎，妈妈，我有心事，我想跟你聊一聊，你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我好喜欢听哦，这是八卦的，我好喜欢听。好喜欢听。刚才说他养了5个子女很辛苦，你的子女才是满天下呢。哇，真的，我们可以符合刚才老师所说的，也许啊，我们不需要一个事事都懂会教的父母，我们只需要一个站在我们身旁，给我们力量，支持我们的父母。 我今年66岁，我高中毕业。我今年60岁，高职毕业。我今年45岁，高职毕业。教育哦，是觉得说他们只要尽心尽力，能够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那我就很高兴了。 我教育小孩的方式是喜欢让他们接触大自然，不要压抑，幸福快乐的成长。我对小孩的教育方式就是随着他们的兴趣去发展了，绝对不会限制他们一定要读高学历或是什么，不想读书就去学一技之长。到底该怎么样克服世代的差距来教养孩子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贵宾。 跟大家来作为他们的一个结语，也作为对于所有的观众的提醒哦。先来老师是哦，其实我觉得不要急着问孩子你未来要做什么，也不要急着替孩子贴标签啊、扣帽子说哎呀，你什么都不会，你只有天真和善良啊。哎呦，哎呀，其实天真跟善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赋哦。那我觉得其实你不用急着让孩子马上决定人生，让孩子跟你的心连心，那是最重要的。嗯，好，那我们的欧阳大姐，你觉得呢？到底应该怎么样教养？当然是爱心、耐心，还有要付出真心。爱心、耐心、真心。对。其实你们会对他永远担心，对不对？ 永远嘛，都是永远的孩子。如果有，嘿，对，如果前面有那个真的有这样，这个孩子一定不会担心。哦，只要我这样做到，陈先生呢？你觉得呢？以孩子的角度来看，到底该怎么样跟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呢？我觉得就像我妈讲的，就是我觉得耐心算是蛮重要的。嗯，对，我们要一点耐心。对，加上其实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下礼拜要当爸爸了，所以恭喜。对，所以我也开始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爸爸？然后怎么样从我爸妈他们教导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好的想法，然后延续下去。你会打吗？对，不要打太多了。但是其实妈妈是很辛苦，妈妈辛苦，爸爸也辛苦，因为他们一家不是3个小孩，是5个小孩。我们来欢迎爸爸进场，欢迎陈爸爸。爸爸还带花耶，花要献给谁？老婆辛苦，献给老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 爸爸在中间的位置，全家福都来了。爸爸带着花，哎，上面有卡片，我们来看一下卡片，好不好？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啊，家人对于妈妈的祝福。我问一下陈爸爸，其实照顾5个小孩不容易，不仅是那个人数的多，另外2位小孩不是我们生的。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想说，本来就是大家一家，通通是一家人，对不对？不只是自己的儿子，还是我姨子的小姨子的儿子，大家都是一家人嘛。那既然是一家人，大家共同的生活是啊，所以说教育啊，不管是因为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太太在做教育，所以因为我还上班嘛，啊，所以白天都大部分都是我上班啊，她在教育孩子，所以说一些的教育的方式还是以太太为主。 但是他一直说你是好老公，好像对啊，因为我是在旁，等于说在幕后帮他协助他这样的。有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是小孩子由他来处理。是啊，有一些要处理的一些事情，就是由我来处理。刚才你2儿子说你不太打，但是有一些事情你还是打。对，嗯，教养孩子你们还是比较严格，对不对？对，我认为是等于说，打骂的教育还是爱的教育同一起来了。 但是啊，他们一直悬挂念的就是那一位世界冠军吧？是自己的孩子啊，他现在身在何方呢？家人都聚在一起了，你在哪里呢？体贴的阿哲也准备了他的祝福跟问候，一起来看一看哦。阿姨，姨丈，今天我现在人在机场，然后很开心的听到你们上节目的消息，很遗憾的，我没有办法一同陪你们到现场。 然后一起分享阿姨对我教育的一个故事，阿姨你真的很伟大，对我30几年来的一个照顾，今天有这样的小小的成就，阿哲真的非常谢谢你，谢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永不放弃的精神，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为我加油、鼓励、打气，今天我要为你们加油打气，希望阿姨姨丈今天能够在节目上能够圆满顺利，加油！ 你们是最棒的啊！爸妈、阿姨、姨丈，你们是我最棒的一个家人，谢谢。看到孩子这样子的，等于是自己亲生孩子的一个宝哈，他现在已经变成世界级的人物了，真的很感动，很感动。他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他第一通电话也是给我，哎，谢谢的，谢谢阿姨，还有终于得到那个冠军了。最后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感恩的孩子，哎。 当初他有时候我在问他说，如果可以再重来的话，你还要阿姨打吗？他说阿姨，其实哈，不是每个小孩子都可以打出来的，但是有些孩子真的是不打不行。他说他自己。对。哇，这个孩子真的很感恩呐！在机场也是想到你，然后第1名的时候也是想到。对。 祝福你们，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也要来问一下我们的洪大姐，那对于这一集，你觉得教养到底该怎么教啊？只要是能平安、身体健康长大就好了。只要平安、健康、快乐长大就好了。其实一样辛苦的，应该是你，也是你的老公，对不对？对。你的老公贵姓？林先生，对不对？我们也欢迎林大哥，也请您进场，欢迎。今天真的是两家的全家福的团圆，您在中间的位置，尹大哥你好啊，你好。刚才听到，其实太太很辛苦，一直接送啊，几公里几公里接送，一天6到8趟。您担任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是伊的角色跟我角色拢，其实嘛拢差不多啦，一起啦，一个家庭嘛，大家一起，就是要互相是希望孩子平安快乐的长大是您最大的期望。对，孩子其实也能够体会父母的心，包括您像个大学生一般陪他做好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对于父母有他们的回应跟感谢。他们准备了一封信：亲爱的阿布，感谢您这20几年来无怨无悔为家里，更是无微不至的拉拔我跟弟弟长大成人，才能现在懂得付出，能帮助别人的我们。打算我要出生开始学走路，就发现我有异状，当检查出病因的时候，你们没有放弃我，反而更加用心的照顾我。教导我做人处事的道理，以及不要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让我拥有正面的思考方向。说实在，如果没有你和爸爸这么辛苦的付出，现在不会有这么正面的一个我。能够当你跟爸爸的小孩，我真的感到很幸福，也很珍惜。下辈子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其实话不用多，我和弟弟都知道了。只要我们平安、快乐、健康，对你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了。但你们的身体健康对我和弟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哦，别让我们担心。最后我再啰嗦一下，亲爱的阿布跟阿爸，谢谢你们这些年来含辛茹苦的照顾，你们辛苦了。我和弟弟很爱你们，啾咪 ，love you， 可爱的女儿，青怡。有没有什么要回应自己的女儿？其实青怡嘛，是真贴心呐，很体贴的一个女孩子。嗯，希望他们快乐长大，但是你们也要健健康康啦，好不好？好，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好。看到这一段，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缩减世代的差距，也许不是各种复杂的方法，中间最重要的只有爱。祝福大家，谢谢洪大姐，多谢你，好啊，感动就感动了，多谢，非常感谢，谢谢。